睡得好吗？还行，昨天晚上看春来了。哎，提前两个月看会不会炫耀吗？对啊，一定会啊。没准要变成台湾腔。来了台湾三次，然后都是台北去了。是跟我完全不一样啊。不是，我觉得没那么对啊。上次来台北是去哪里玩？没玩。昨天你转机了十几个小时吧？没有十几个小时。先是延误嘛，然后从那个长沙，然后到北京，再从北京到香港。你应该这么说，先录了一天快本，十点钟之后，然后延误到两点飞机，四点到北京，便再去 T 三，然后再坐四个小时飞机来香港，然后再坐一个小时飞机去台湾，还没有排到凌晨点半，然后第二天。是不是要这么说？会觉得特别累吗？还好。打击他的怎么样？过瘾吗？还好吧。你还没打过瘾？过瘾。那你对早餐有什么要求没？我都跟他觉得不熟。我跟所有人都不熟。想要点两点点吃了。好了好了，明天就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